22号，有网友在微博发文讲一个笑话，秦岚以前的微博，并在该微博评论区不断更新秦岚以前的微博博客，引发网友围观。8月24日，秦岚在微博发文回应，明明是很认真的，好笑吗？并配上一张可爱的小朋友表情包。该网友在下方评论，翻你以前的微博，得出一个结论：让你难过的事情，总有一天你会笑着说出来，宝贝不哭，过几天就会笑着说出来的。秦岚回复：真的吗？冯安娜也在下方留言：娘娘救救真儿。秦岚调侃：听说你最近眼神不太好，可以好好擦一擦吗？芒果捞新闻，我们的皇后娘娘真的是很可爱了。报道。